猜一下我现在在哪里？我在吃东西呢，哈哈。我当早餐吃，已经很多了。这个韩国很好吃的，还有汤，嘿嘿。我吃完了，最后我剩下泡菜，因为太咸了。汤也喝完了，是不是很棒呢？全都吃光了。你看这两个，我想还有这个粉红色，我想环游世界啊！我去想去旅游啊，每一天也是这样，太好了。开车的小朋友，你看一下那么多可爱的动物，很可爱呀、啊，真的，那么多可爱的动物哦。那啊，这里看还有这个老虎，看过了是。啊，我想玩这些啊。过了这边。有老虎。其他动物还有他们在，你看一下，啊，我也想玩呢，你看，很可爱呀、啊。我想说呢，我去呢，香港，下面看，下面你看那个英语。去了 Hong Kong Day， 哈耶！看一下我准备去哪里，哈哈！手机会不会掉下来？应该不会吧。去看电影哦！我又来啦，但是跟朋友一起来的。非常好的，就是清热解毒，非常好的。还有这图书，就是这个这个。呵呵，我又吃东西了，我又来了。这个真的很好喝的。功效又不错，哈哈，是不是？你看我这本书很好看的，因为我太闷了。拜拜。可以。你看一下，我还以为我想买这些，但是不行的，原来是拿了他叫的，很奇怪哦，是不是？我最喜欢这个 Coco 了，不是，看错了，这个哈根达。哈根达。你看一下，
有六个哈根达哈，还有这是海洋公园也看到的哈根达。六杯哈根达，不同味道的哈根达。这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哈哈，很大哦，有的这里，哈哈，是不是？